妞妞广州运动会笑神补偿敏，加油热烈加油，你是我的好妹妹，失败，这个冤枉，哎呦啊，广州奇人表演让大家瞠目结舌，奇迹的表演，错过再等一万年。我爱黑社会，拍手！今天我们来到广州的一所知名的体育学院，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今天又要举行运动会啦！你们今天分的组别，这样是什么样的分别？瘦子组吗？瘦子组，瘦高型。那这边呢？那你跟我们一组。这边是时尚精品，为什么那个好像就改名字？有我的参与还不时尚啊？橘色的，它根本就我们这一队的。啊，橘色橘宝贝，橘宝贝，好了，一边是瘦高组 model， 好吧 model， 一边是时尚精品，好了，时尚队。后面这四位时尚的尖兵，你们也算是局队的哦。你们要想一个队呼，好不好？跟粉丝要有互动的，不然我怕粉丝整集帮不上忙的话，变成队伍的累赘的话，我们会让你们喝雨水。我怕他不投入啊。对 ，model 组，后面这四个来讲的话，是 model 吗？也是 model 组，要想各自想一个队呼，好不好？接着讨论队呼，班牛们与粉丝们拉近距离啦，也彼此更加了解，增加默契喽。好了，现在赶快来看看两队讨论出来的队呼喽。已经想好队呼了吗？想好。我发觉你们中间是隔了什么样一个鸿沟？不合吗？不合吗？你们可以融洽一点吗？可以。你们这些粉丝是喜欢棒棒糖的吧？我感觉好像不是很热情。好，谁要先？他们先。他们先吗？谁先？我要不热情的话就不行了。看你们啊，预备，谁喊？妹妹喊。妹妹。五六七八，谁最时尚？我最时尚。谁最时尚？我最时尚。时尚时尚时尚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对，士气上面。可能有0.5分的加分，有了吗？你们有了吗？有。我们需要一点距离。要。需要一点距离。不然先去街上好了，从街上对面跑过来好了。准备啊，谁来 Q？ 大雅 Q。你们两队在比冷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对呼是 PK 啊，不是炒热气氛而已。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马上进行袋鼠跳跳跳，每人先转五圈，再以袋鼠跳的方式跳到对面与下一棒换手，真竹最快跳完全程的为优胜哦。好了，第一关呢，袋鼠跳跳跳，都知道怎么玩哦。知道。要确实转十圈哦。少转的话，马上头发会被剪短8公分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了，准备，因为现场呢，我们有管制，没有让很多群众一起来帮我们加油，所以呢，我要帮各位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热烈加油！太吵了。
我说老大，瞧你跟大神功哥俩好的，一搭一唱还挺有默契的，该不会以后咱们助教会变成大神功吧？比赛正式开始，太好笑了！预备备，开始！八一。不要扶他！你们跳不进去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小杰好笨的感觉啊！小杰，一人锁定一个，一人锁定一个。你小心，小心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你是我的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。是的，方大同，方大同，快点，方大同，方大同，走没眼啊？唱歌唱得很好听，不会跳是不是？好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哎，怎么把我们的线拿走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，把它拿到对面去。鬼鬼，加油！你有没有转呢、啊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谁是最后一棒啊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啊！还有你啊！还有一个，让让让让。还有吗？快点！有摔伤吗？有一点点。哎呦，好，现在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现在呢，要正式公布由我们的时尚精品组合赛。对啊，他们赢了。哇！咱们的鸭团 Apple 因为太卖力而受伤了，这表示咱们美眉在进行各种游戏的时候，绝对是用尽全力的。瞧他们痛的样子，哎呦，好了，给你吹一吹哈，吐，哦，痛痛飞走不？哦，乖，不要怕。跨下奥运，此关在跑道上做跨栏的接力，美眉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跨越栏杆，最快完成就是优胜者。这个项目来讲的话是华人的骄傲，因为这个项目呢在北京奥运将会是中国人独得的跨栏项目，刘翔的